你在干什么啊，鹿？毛都竖起来了，你的毛。谁呀、啊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看好，是谁呀、啊？鹿，不是爷爷回来了吗？啊？尴尬了吧？啊？看我有什么用？我可不能替你尴尬。我劝你还是偷个地缝钻进去吧。你好搞笑啊，你受到某个狗狗的影响啊，眼神也不好使了是不是？鳄鱼女呆呆回来，好开心啊。狗你看知道了吧，鹿鸟搞笑啊你。按理说你不会这样的呀，竟是传染到隔壁村来啊，然后你受那个科莫多巨豹的影响啊。你那你是什么鹿啊？你是科莫多巨鹿啊。好啦好啦，不嘲笑你啦，给点你吃哦，来了来了，吃的肯定少不了，来吃吧鹿。下次记好咯。喂错了，喂错了，咋搞的哦？今天哦，眼睛这么大也看错哦。